偌济？音乐指导王安阳，赵灿啊，小青啊，联合演播。林强来听到白灵讲，伊巴肚内有囡仔。林强伊目定口呆，伊唔敢相信白灵已经是有囡仔六个月啊。护士甲林强来沟通了后，护士讲电工会当免照，但是绝对要检查胎位，检查看车祸是唔是有去动着胎气。护士摕一张表来伫咧问白灵的资料。问伊伫当时有事呢？问伊做几届的盘检？问伊去妇产科有记录无？伊的预产期是伫当时？一个问起来无一条讲会出来，伊根本就自有心到现在，唔捌去做过检查。护士看甲海头，林强是看甲头壳戆戆，拢雾沙沙。伊那遐奇怪，有甲人结婚，哪会惊人知？阿玲因先生呢？哪会放伊一个来美国？对伊生活敢那不闻不问，哪有做人的先生这么快活做的？哦，我现在才想到啊，白玲伊生做是安尼三八八，但是穿衫裤拢穿安尼拢拢垮垮。哦，原来是有囡仔。伫病院，母人两三点钟才来离开。护士来摕一张妇产科的名片给阿玲，叫伊后礼拜啊甲医师来联络，定时间去做产前的检查。等下到厝已经暗时九点半。白玲请林强来面坐，白玲来泡一杯烧茶。啉茶啦。多谢你。开你了麻烦，谢主席嘞。唔免客气嘛。你是不是感觉真奇怪，我有囡仔？我是有一点仔感觉奇怪。朱建顺、甲秋琴以及我，拢无人知影讲你结婚啊。我无结婚啊。哈？你唔是结婚啊？我唔捌结婚啊。因哪呢？腹肚内囡仔。唉，讲起来话头长啦。你敢会当讲较明白咧？你敢会出现阮眼前？心袂清，意袂定，请你来详细细说明。用我一切，用我生命，对你付出着真情。为何今日一切变成？比太小心不幸，啊，一片的真心换回一份苦恋情。听白灵的悲壮美丽爱情的故事，林强的心情对伊是一个悬一个低，起起落落。白灵讲到伤心处，目屎可比断线的珍珠。林强手捧烧茶啦，烧茶的烧气未输一点高高高的云雾，扎住着伊目睭的视线。伊可比对在五里雾中，伊感觉白灵对爱情的处理太不可思议了，伊未了解白灵是啥物想法。啊，想无，确实互人想无。一个查某囡仔无亲无戚来到美国，怀一个腹肚，语言未通，英语未讲。
伊是当作伊是白娘娘，吼、哦、雷电风雨拢以为化东化西，天兵天将化来就来吗？世间哪有这奇怪查囡仔？啊，伊咧讲迄个林江山，哼，不过是一个爱耍阁无负责任的查甫人，伊竟然看袂出来，甘愿牺牲遮尔啊大，来美国咧等林江山。这明明可比是沙漠中的甘露，遐尼那为难嘛！唉，白莲，你那遐戆，你未免伤痴情。的真心换袂一份苦恋情。讲痴情，伊确实是有够痴情；讲伊戆，嘛是有够戆啦。但是有人甘愿为爱情活，有人认定讲。坚定去爱一个人，将来就有希望。不管这个爱人是不是欢喜甘愿，不管这个爱是不是有平等的对待，白灵就是坚持这份的固执，为爱走天涯，确实是现代痴情的基女主啦。囡仔将有顺利生产了。听到囡仔哭声，抱着心肝仔，白灵是百感交集。宝贝，心肝仔，你是这个世界上妈妈唯一的亲人，心肝仔。为着囡仔牺牲，囡仔顺利来生产。囡仔好脚好手，对着白灵来讲，一切牺牲拢总是有价值的。尤其是红影两撮目眉，完全是林江山的再版，确实人讲囝袂用偷生的。白灵给囡仔号一个名，叫做明武，白明武，姓老母的姓。白灵伊要靠家己的双手来饲这个囡仔，伊要家己负责，伊唔让林江山来添加一丝丝的麻烦。囡仔是家己欢喜甘愿要生落来，家己决定家己做的代志，家己爱勇敢的担当，欢喜甘愿，伊唔敢怨叹别人，唔连累爸母，唔连累林江山，这就是白灵倔强的个性。经过三天了后，白灵要出院的一天，这位白女士，林先生要来接你出院呀，我来去搞你的小 baby 抱来哈。林强和何书该当作是白灵的先生，白灵伊不便来解释着啥物，因为自头至尾，林强就一直跟随伫伊边啊，寸步不离。无怪讲何书会误会，讲因是一对翁仔某。这个时阵，白灵面拢红起来，有一点啊歹势。而林强也淡薄啊不自在。阿强，我以为是秋琴会来叫我出院呢。哦，秋琴哦，因为得无闲，吼、哦，要甲你准备做月来，囤一寡补品要甲你补一下啊。啊，我拢互恁爹照顾。啊，真难得去讲呢，住外口朋友互相帮忙嘛。自白灵出院到满月，靠这点热心的朋友，大家轮流照顾，轮流煮饭给伊吃。尤其是伫住伫白灵因隔壁的秋琴呐，上属予人甘心。平平年纪，有缘无缘拢是一段缘。伊对白灵上同情，伊每工若是经过着白灵因的房门口，一定会落门入来看母囝有平安无。白灵伫咧满月这段日子。伊才深深去体会到世间最可贵
是真情甲友谊。伫咧美国，因为美国的社会福利真好，每个月社会福利部拢会寄支票甲伙食券、牛奶粉券来。钱虽然无济，但是勉强会当度三顿，母子的腹肚也过会饱。但是想着讲，伊今仔爱去读册，有时若要较俭呢，准备一寡钱来交学费啦，恐怕腹肚都爱下起来。想来到这后更就顶起来，白灵唔敢想，便是想着未来的前途，伊的心肝就感觉阵阵的痛疼。讲有一天透早，林强拍电话来，阿玲，外口面已经落雪啊！你敢捌看过雪？你有想要看无？真是呢，我看卖咧。哇，有够雪的啦！阿玲，咱做伙来食一个早顿，啊，顺便吼来欣赏这个雪景，好不？袂用的啦，这落天带囡仔出门就不方便呢。你来我家啦。啊，好好好，啊，不我过来吼，先煞看我迄个干儿子，啊，我随来哈。林强是一个真好的好人，伊不但对白灵无微不至，大细项代志啦，伊拢伫咧打点，对囡仔关心，伊无输白灵。伊三工两工就来看囡仔，伊甲囡仔特别有缘分，伊疼囡仔疼甲袂输家己生的，伊开嘴合嘴，就甲这囡仔叫做干儿子，干儿子。伊讲吼，伊要做囡仔干爹，伊便来看囡仔，就安尼大包细包买一大堆玩具。白灵当然了解阿强的苦心，这几个月来，伊发现到阿强对因母子的关心已经是超过了朋友的关心啊。伊的内心充满了感激，真侪物件伫表面上林强是用囡仔名义送来，讲是讲要买来送给囡仔。其实林强了解白灵伊倔强的个性，所以真侪好意，伊若如果袂利用囡仔名义，白灵是无可能来接受的。当白灵拒绝伊好意的时阵，阿强拜托你啦，你莫逐只来，逐只拢破费好唔？这回我要拒绝，请你提回去。小姐，拜托你，我买这些东西是要送我干儿子呢，我也不是要送你啊。这，唉，实在无你的办法啦。林强话来就来，手摸一包麦当劳的纸袋啊。伊买两份的早餐，放伫咧桌顶的所在。伊将着身躯顶迄领重酷酷的夹克脱了，来到伫红婴仔面床边，还搁咧困哦。嗯，啊，困到有够入眠的，好可爱哦。这个时间上好困啦，搁等你讲嘛，该叫袂醒。阿玲，安怎啊？这学期那是读完。我就会当摕到博士啊！真是的，啊，林博士，恭喜你啊！这个时阵，因两个人坐咧餐桌，一面阿在食早餐，一面来讲着未来。
这个中间林强不时就目头夹夹，若有所思。阿强，你今仔是安怎？怪怪安尼，甲你平时拢无共款。我真担心啦。是伫担心啥物啦？阿玲，我若毕业了后，我找着头路，我得离开这个所在啊。恁母阿囝要安怎？这嘛是同款啊，阮母阿囝嘛是住遮，等囡仔较大汉，我都要等伊读册啊。阿玲，唔通甲阮袂记的，会记你写批给我，好？阿玲，我昨暗想一暗，我有想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我想讲，咱同齐离开家好无？阮母阿囝甲你离开家？我的意思是讲，咱两个结婚。啊？结婚？阿玲，答应我，你跟我做伙行。哪有可能的？我哪有资格甲你结婚啦？阿玲，请你莫讲资格唔资格，心甘情愿就好。你应该替家己想看卖，你若无为家己想，你嘛应该替囡仔想。人会老，囡仔大汉，囡仔需要一个正常的家庭，有老爸，有老母。囡仔有老爸啊，因老爸叫做林江山，我已经写批给伊啊。伊回批讲，伊过两个月就要来美国啊。伊有老爸，嘛有老母啊。阿玲，你袂当欺骗你家己一世人。你明知伊无尽到老爸责任，伊甚至无这个囡仔存在，伊无顾恁母囝死活。不一定你讲的拢是事实，但是我永远无可能甲你结婚啊！为什么？我袂去连累你。我无感觉你在连累我，我爱这个囡仔，我甘愿做伊老爸啊！阿强，我知影你疼囡仔，我真感激。你的个性我知影，你爱囡仔，你会当去娶别人，会当别人替你生啊。我爱的人是你。不可能，我不可能让你爱，咱袂当有结局。阿玲，莫阁讲啊！你对我好，我全部了解。唔是我无爱，我真爱，但是我袂用个爱，袂用个自私。你的路真长，前途真好。咱若较早熟识咧，我会让你。可是现在我甲你无适配，我无资格爱你。你遮优秀，我免去自私，我只会当讲感谢你的爱，感谢你的爱。你总是伫阮身边，因为知影你的好，阮希望陪你走人生的路。感谢你的爱，千言万语藏在心内，无论是风也是雨，阮总是对感谢你的爱，我唔敢自私，我唔敢接受。你的前途光明灿烂，我无资格爱你，我只会当讲感谢你的爱。感
谢你的爱，千言万语藏在心内，无论是风也是风，阮总是跟著你的脚步，一生的爱拢期待再期待，望啊望，等啊等。林江山经过到白莲五六个月的声声呼唤，终于来到美国了。经过了五六个月期待，这是何等使人兴奋佮欢喜的代志！白莲来接到电话迄刹那，伊的心肝欢喜甲咸要跳出来。江山，你伫倒？你人伫倒啦？我即摆人伫个圣路易。诶，这宫门的所在啊，遐离这是偌远啊？哦，我朋友讲吼，开两点钟的车就到啊。啊，你当时要来？我未当去呢。啊？你未当来？因为我即卖吼，甲我同学因的家族坐共一台车，因载我出来佚佗。啊，阮干来一台车尔，所以我未当去看你。后抓啦，哦，我若是家己开车。后座我一定去。后座是当时啊？不一定啦，反正我一定会去啦。阿玲，你好不？我唔知要安怎应你。囡仔呢？真乖啊，真平安。我咧讲吼，电话是公共电话拍，时间到啊吼，啊我也去拍互你哈。你当时要去拍互我？我咧讲哦，有时间我也去拍啦吼，啊我即摆时间到啊，再见啊。再见。电话一个挂断，目屎也亲像断线起的珍珠啦，白莲哭了，五六个月期待。所得到的就是讲三分钟的电话，明明是无心嘛。那有心，嘛会叫客人家坐来。为什么甲同学做伙就袂当来呢？敢真正来美国啊，也阁遐尼啊无闲，无闲甲连该看一个时间都无吗？两点钟的车程，不过是台北到台中的远。一转路由台湾到美国是要将近二十外钟的飞轮机的时间。两点钟的车程竟然是未当来见一面，想来到这的白莲愈想愈伤心啊！有目屎流甲无目屎，白莲感觉规身躯酸软无力，坐在椅仔顶像一箍的插头人共款。这个时阵，电话又过来响起了，听到电话声，白莲雄雄醒起来，伊心内想讲，一定是林江山打来。一定是林江山的未过心，临时佫改变主意要来看囡仔，亲情不足，毕竟是天性。白莲欢欢喜来接起着电话，阿玲，何你约？我是甚物人？啊，大哥，大哥，你哪知影我的电话啦？哎呀，小妹，我找你有够久啊，你敢知影？大家拢四界咧跑咧，才找你呢。你会记无？我是你美国的生活担保人呢，
你申请到社会福利的时阵哦，社会福利部有写配合我，我就是有只调查才知影讲你住伫遮的啦。阿玲，你敢知影讲大家为着你哦，找到姜伟气笑？尤其是上可怜的妈妈，妈妈逐天流目屎，妈妈一直怪阮娘妹仔哦，无娘妹仔的情分啦，讲阮这边无认真甲斗找啦。妈妈逐天都吵爸爸讲叫伊提早退休，两个老的要准备来美国找你啊。阿玲，咱是兄妹啊，不管你有啥物差错，厝内底每一个人绝对拢袂见怪你。大哥，我无面通啊见你，我对不住您，我的爸爸拢无面通啊见人。阿玲，卖去讲安尼啊啦，爸爸脾气你也毋是无了解啦。哦，爸爸伊甲你拍了后，伊嘛感觉真后悔，你毋通让爸爸遗憾一世啦。总算我找到啊！恁吼、二姐吼，拢在等我的消息呢，尤其是台湾的爸爸跟妈妈呢。白玲的大兄来找到白玲这个消息，马上就传到台湾，两个老大人是欢喜甲流目屎。白玲在美国总共有两个兄哥，一个大姐。伊个大姐来接到消息了后，因家的电话就开始无闲起来了，不管时阵都安尼占线占掉咧。大弟个隔壁秋琴、朱建顺以及有一寡留学生朋友，拢替白玲感觉欢喜，放下着心肝头的重担。因为这个朋友也替白玲非常的担心。大家虽然表面上拢无讲出来，但是心肝内拢替白玲感觉沉重啦。大家安尼想，一个独身的查某囡仔，带一个囡仔。额头无亲，裙底无穿，无学历，语言未通，日子要安怎样过呢？皇天不负苦心人，白玲终于被伊的大兄找到啊，所以众人来替伊欢喜，也为着白玲深深祝福。心内